又来了，姐姐，这是什么？这是香水了。为什么我去文里跳蚤市场买地摊买辣火烧？好多人告诉我，哎呦，你的香水喷一下子就没有了。不，有个好方法，什么好方法呢？就是用那种的膏。如果你真的暂时没有一种膏呢，也没所谓，用那种也是可以，因为我们有灵活性的啊，或者那种龟，咁啊，当你呢度查一下子，咁啊查下子，所以我们要记得什么叫灵活性呢？令到你们自己有一个 good idea 帮自己，要怎么方法，要用很多东西帮到自己。香水就可以了，你的顶上那种，那种，咁然后，就，哇，整个人差了，就这样子开始不差。你去到外面，哇，闻得整个蛋香。如果你家里真的没有那种用完了。green 啦，还有就没有的啦，没关系，你要查 ，BB 油代替的，因为什么？油，趁着的香水里面呢，它很难挥发，它会留在油或者膏的里面，所以整天你可以保持一种香的味道，就是因为香水。皮膏皮这种，我整这种，能够用。我唔怕对你说，那种东西都是找我种朋友告诉我，你知道，我甚至有那种心得的。所以我朋友很多。还有，我对你说，我做过抽虫视频，我觉得很成功。我的朋友，为什么做了这么久都好像没有多？我不怕跟你说，如果我的方法不多，是不可能，没有人看，就是因为我没有机会给我出去，所以我希望你们，因为我的视频就蛮像 good idea 来的，因为我的出的机会比较小，人家看到我机会比较小，所以变成我。希望你们如果帮我订阅呢，我的视频就比很多人看，因为订阅各种东西我不可能买回来，也不可能叫每一个人帮我订阅，就是因为我的视频不是我的方法不好，不是我的视频不好，就是因为我的订阅出不到来，出不到来，变成你们呢很少机会看到我的视频，所以如果我的视频比较多人看了，他就有机会出来的，所以不是我的视频不好，就是因为我的视频没有机会给我出去给人家看，没办法咯。希望你们感觉我的视频是很好的，对你们很省钱的，很方便的，很好用的，不妨介绍你们的朋友，跟你们的朋友说一下，还有对他也是很省钱 good idea 的方法。因为什么？我很怕对你说，我的全部的视频，看我自己研究出来的，不是看别人怎么做改的，不会，因为我从小到大。对某样东西很注意，变成我看到每样东西，我就会感觉到我要怎么做，我要怎么做，慢慢去改良。所以我小时候，你知道妈妈怎么说，我的姐姐他们怎么说，生活很怪怪的，那个人很怪怪的，因为我的性格就是这样，从小到大就喜欢反应，所以变成。到今天我也是喜欢发明，我
的时候啊，真的对我的生活已经改善很多很多，帮我的朋友也是帮你很多，所以他们都给这个名字给我，叫做省钱发明王的。OK， 我就谢谢你了哈，希望你们啊，尤其是我的妻子，你们好好看一下哈，对你们很有帮助的。嗯 ，OK， 拜拜。